来到迪士尼，刚来到迪士尼哦，迪士尼专卖店。现在暑假快到了，所以现在有好多好多的特价哦。我刚刚呢，才在维多利亚秘密呢买了一大堆运动胸罩，全部都是半价哦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迪士尼。迪士尼儿童玩具专卖店有好多好多东西哦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个之前就是一样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Rapunzel 魔法奇缘现在在美国有出卡通哦，所以呢，还有这种笔记本，嘿，你看 ，look， 在画画，你在画谁啊？我在画 Elena。那我们决定买这些东西。妈妈，他妹妹的头发是什么？我也忘记了。这些都是特价区，全部半价。然后就是衣服啊，夏天的衣服、泳衣等等的，有一些过季的玩具。然后我本来想要买那件衣服的。